好，我叫方娟飞。我叫小海豚，我们是南方嘉康卡纳通中学的高二学生。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我的学校。我们感到非常荣幸，代表南方嘉康卡纳通中学来给你们当小导游。嘉康孩子是社会的领导者。正是这种身份，使我们的学生能够领导和造福公众。这个地方是哪呢？我的学校是南奔加康卡纳轰中学，欢迎你来到我的学校。那么这所学校有什么独特之处呢？我们会为你介绍，请跟我们来吧。OK。我的学校，一个宽阔的操场就呈现在眼前。操场上有个升旗台，泰国国旗随风飘扬，旗杆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。升旗台后便是高大宽敞的教学楼，很多。教学楼的每个角落都盛开着美丽的鲜花，犹如一个花园。这里有整洁干净的教室，良好的教学设施。优秀的教师资源，武术学子在这里洒下汗水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辉煌。图书馆楼收藏许许多多的书籍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的汲取知识的养分。所以一到课余时间，图书馆里就人山人海，大家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。学校里有很多大间礼堂与食堂，学校的西面是宽阔的室内体育场，学生在这里肆意挥洒着青春。我的学校有很多活动，比如圣诞节活动有圣诞树和圣诞老人，很热闹。圣诞节有学生们的表演、跳舞比赛和唱歌比赛。圣诞节活动有灯笼、祝贺鞋，有泡茶和年糕免费品尝，学生作品展。熊猫吉祥物也很有意思，春节有学生们的跳舞表演、设计祝贺茶比赛、抖音汉语比赛，
也是和俄语言技能比赛，为学生提供展示自己能力和潜力的机会。这就是我的学校，我开心在这里学习，我们为它而感到骄傲。